何文田加多利軒享有港鐵兩站優勢，兩鐵匯聚的交通優勢絕對是市區樓的賣點，位於市中心旺中大靜附近，購物熱點林立，又有靚校網，都是物業升值的必備元素，受上車客或者換樓客的歡迎。加多利軒位於勝利道7號，由恆基兆業發展，2018年入伙，是單棟式住宅，樓高28層，兩梯10伙，全棟有250個單位，實用面積介乎161至到390呎，單位呎數適中，是小型家庭上車的不錯選擇。項目提供開放式至到兩房單位，其中一房單位是主打，佔總供應大約一半，部分單位設有露台和工作平台，交通絕對是加多利軒的賣點。步行去到港鐵旺角東站只是需要10分鐘，行去港鐵旺角站更加方便快捷，貫通港九新界。附近亦都有多條巴士小巴路線，亦都有過海巴士線直達各區，無論翻工翻學都一樣咁方便。文娛康樂設施豐富，隔兩條街有麥花臣遊樂場和麥花臣場館，對面的培正道有九龍公共圖書館，啱曬喜歡睇書的你。加多利軒基座設有商場，而勝利道、亞街老街、女人街更加是食肆林立，住户要揾食依套，選擇多多。講到 shopping 方面，附近有多個地標式商場，包括有朗豪坊、雅蘭中心、旺角東站的 Moco 等等，食肆餐飲、服飾鞋具、戲院等等一應俱全。名牌校網更加是加多利軒的一大優點，物業肯定有保值潛力，房租或者投資都不錯的。34校網附近有培正小學、協恩中學附屬小學、陳瑞琪喇沙小學、博瑞南書院附屬小學等等，中學就屬於九龍城區，有培正中學、九龍真光中學、協恩中學等等。想知更多屋苑詳情，馬上聯絡以下分享。